2010年11月28号，富良野的车站这边第一次积雪积成这样子啦！哎，真是太开心啦！这一堆就是之前10月份的时候开花的薰衣草。雪白的一片，冬天真的来了。山上的滑雪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 open。好，现在的时间是大概6:55左右吧。默默要前往饭店，然后准备去上班了。拜拜，富良野车站。拜拜。